平的恩才主持的网络节目《恩才的明星日记》最新一集邀请了资深歌手金莲子做客。在阅读粉丝留言的环节中，有粉丝希望金莲子能代替他们拥抱恩才。对此，金莲子表示，恩才能够这样被爱着，真的很令人羡慕。相信这是因为恩才给予了粉丝们同等的爱。他认为恩才的唱跳实力不错，而且在这个年龄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成就，还被粉丝们、姐姐们爱着，希望代替所有粉丝传达这份爱，并拥抱了恩才，让恩才忍不住感动落泪。金莲子暖心安慰他，想哭的时候就哭，生气的时候就发怒，知道自己的不足之处，并努力改善就好。虽然有很多无奈、悲伤的事，但唱歌时可以投入这些情绪，提供了恩才一些建议。粉丝们认为近期团体卷入实力争议，遭大批网友谩骂，恩才也承受了很大的压力，可能因此才忍不住在节目中哭了，感到相当心疼。